好，欢迎收看番茄音乐秀。前几期视频我们为大家分享了韩国歌手翻唱的《光明之外》，很多网友觉得他的中文发音有待提高，但其实从他的歌声中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歌词他一定练习了很久。其实自从《光年之外》火爆之后，很多其他国家的歌手也将它翻译成本国语言进行翻唱，比如这个法国美女翻唱的版本。还有日本网红三元辉悟翻唱的日语版。这些网红或者歌手翻唱的《光年之外》可谓都有自己的特色，但在我看来最好听的版本当然还是邓紫棋的版本。手停在我发端的指尖，如何瞬间冻结时间，记着晃着我坚定的双眼，也许已经。去年邓紫棋受邀参加美国 NASA 颁奖典礼，并现场演绎《光年之外》，或许当时不会有人想到这首歌会火遍全世界。而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外国歌手都会因为喜欢这首歌而开始学习中文，并了解中国的文化。不得不说这一波文化输出太强大了。节目的最后，到了第五个年头，一路走来让观众收获了一路惊喜。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盘点那些年在歌手中杀出来的黑马。 No.1 黄绮珊，黄妈无疑是我是歌手开山系列最大的黑马了。在此之前很多人估计都跟小编一样，黄绮珊三个字听都没有听过，但是对于她的唱功似乎又充满了争议。有人认为十分惊艳，也有人对此诟病，认为黄妈的声音缺乏人情味。对此大家是如何看待呢？开播时一首《泡沫》简直是惊为天人，更是自黑玩起了金鱼嘴的梗。出身于音乐世家的他，自小就接受了优良的音乐熏陶，虽然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了发音上的特殊性，不过倒也成了自己的特色。音域的超强可变性也让其有了具备小天后的美誉。无法等待，也许自卑。
帅迪马西，进口小哥哥迪马西，演好腿长哥一家，高音更是令人叹服，法语歌、英文歌甚至是中文歌，没有什么是小哥哥唱不好的，唯一是歌手系列目前看来最帅的小哥哥了。来了，在第六期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音乐堂，我是小易。音乐这东西啊，开心时入耳，伤心时入心，总有一首歌对你而言有特殊的意义。本期要分享的歌曲每一首都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，下面一起来听一下吧。他跟我说再等等，我要不脆弱，我打不了。我打算什么伤，反正爱情不叫到这样。 Number 4， 说谎泡沫。林宥嘉说他没有说谎，邓紫棋说他们的爱情如泡沫，曾经的青梅竹马如今沦为了陌生人，有多少人的感情输给了异地恋呢？我没有说在原来我立志不愿意被人当小丑耍的一天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吴小姐做戏真的很有一套。